来吃饭了，这两个选一个，你还倒点。我吃这个，不准反悔啊！嗯，不反。哦，呀呀呀呀呀，这么丰盛啊！啊！嗯，大鱼片。咋没有凉拌菜？拿凉拌菜去。主要是自己拿去。风走着瞧，我给你加点佐料，让你就知道一个人吃。先让你嘚瑟一会儿。这你别笑。咋了咋了咋了？慌啥慌啥？没人给你抢。喝点水。别别别别。你咋不吃啊？啥也没有。嗯，这是啥？我去下馆子了，你再慢慢吃啊。吃饭啦！来，你多吃点。我拿手不准了，手不准来我的鸡蛋去哪了？咋了？我明明是三个鸡蛋呀。我好像就吃了一个呀。我吃饱了。快来吃饭了。哎呦，哎拜，这么疯啊。吃独食的毛病又犯了。等一下，一会儿再吃，先喝粉，我一会儿教给你怎么吃。一会让你吃点好的。
卖艳丽都是肉。我教你啊，我给你演示一下怎么吃。还有没？会说哪里啊？看不见那个字。啊，照吃香哈。来，你们讲吧。不要。再来一个。剩菜少了不好吃。等一下哈，来，张大嘴哈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两个不是吧？就这两个吧。你菜也冷太过了，没个味儿。没吃出来是吧？这样才好吃，你这包啥呀？张大嘴哈！那味儿少了，菜也没吃过。这样好吃，你光吃你腻得上。加我拌米饭吃好了。出来了，这你炒鸡蛋。炒的给你尝尝。真香！哎呀，神采啊！哎呦我去！
哎呀，吃完了，让你放碗啊。